好，那接下来就到上午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开发环境的建设。好，那目前在这个开发环境里面，第一个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工具是 Android 的 SDA Tools。那它这个Tools目前是出到2.4这个版本，但它这个工具并不是直接的代表你可以用来开发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帮你管理 SDK 的一个工具，因为它这个工具底下，当你把它下载完以后，你还要另外再下载其他东西才可以用，所以它是一个用来管理你开发工具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好，那在Android 上面，大家刚才也看到，它最主要用来开发的语言是 Java。那它这个 SDK 来讲，它是用在我们平常一般的一些程式的开发应用上面。好，那除了 SDK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叫 MDK。那他们目前的版本是 1.6， 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分别是，SDK 的话，它是用 Java 来写，但是 MDK 的话，它不是，它是用 C 或 C++。那问题是前面的 SDK 它是针对我们平常普通的应用来做的，但是 MDK 的话就不是，它主要是它有点跳脱了原本 SDK 的架构，就是你已经跳脱了 Java 的架构，你就不再跑 Java 的东西，你就直接跑很底层的一些 C 的应用。换句话说，你有跳脱了原本 Java 对你的程式的一些限制，但问题是少了这些限制的话，它可能这些限制里面有些机制是用来保护你的程式的，但是当你跳开以后，就变成说有些事情你需要自己管理，如果你自己没有管理好的话，就可能就会发生问题了。那因此在这个使用 NDK 来做一些开发的话，它相对比 SDK 是困难蛮多，而且官方对 NDK 的 support 没有很多，它目前最主要是都是针对 SDK 的。但是当然 NDK 有它存在的用意啊，因为有些当你在行动装置里面，如果你做了一些跟效能很直接相关的事情的话，往往你可能需要往 NDK 的方向来开发，才能解决你的可能是速度的等等之类的问题。那接下来是 Eclipse， 相信大家写抓法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跟他接触过。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们通称叫 IDE 的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整合型的用来让你开发的一个 editor。 好，那它是目前官方推荐跟 support 的一个 IDE。 那其实老实说，除了 Eclipse 以外，我目前知道的 IDE 应该能够使用 Android 的 IDE 好像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只是很像 Eclipse 的，有比方说 NetBeans 之类的，但是大部分都目前官方都是 support Eclipse。 那它这个 Eclipse 的话，如果你要在 Eclipse 上面写 Android 的应用，你需要配搭一个官方提供给你一个叫 ADT 的工具。那目前来讲 Eclipse 的版本到 3.5， 但是 Eclipse 它底下有很多版本，有什么 Cursor， 有什么 Java 等等的。那官方目前建议是用 Java 或 RCP， 但其实据我知道你用 Cursor 其实也可以，所以就看你个人喜好就用哪一个版本。这边提一下，就是特别提一下，就是因为目前大家的 CPU 里面可能无论是 CPU 还是说作业系统64 bit 这个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因此可能你的作业系统会灌64 bit， 因此你的 Java 的 SDK 也可能会安装64 bit。 那我这边提一下，就是如果你的 Java 是安装64 bit 的话，你相对一些工具跟设定都要变成是64 bit， 比方说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Eclipse。 因为 Eclipse 如果你在64 bit
的平台下，你执行你是64 bit 的 decay， 那么你是64 bit 的作业系统，你是64 bit 的 JDK 的话，那你这样对 decay 也是要一定要是64 bit， 因为它被 JDK 绑定，就是你的 JDK 什么版本，你的是多少 bit， 你的 decay 都要是多少 bit。换句话说，你那两方面要同步，但是问题是 decay 有些工具跟 Android 有些工具对64 bit 用起来有些怪怪的。所以我比较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选择用32 bit 的 JDK 跟32 bit 的 Eclipse， 要在安装官方的开发工具，会比较会不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好，这边就提醒大家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Google 的提供的工具的 ADT， 目前的版本是 0.9.5。然后到最以下的你使用的 JDK 的话，目前大部分流通的 JDK 应该都是 1.5 或 1.6 的版本，但是我个人比较建议你使用 1.6 以上的版本，就 1.5 就最好不要用，大概这样。那这边我先假设大家已经把我刚才提到的 SDK Tools 已经把它载回来，要解压当你执行的时候，大概会看到这个画面。但一开始执行，它应该会马上帮你去下载一些东西，要问你要不要安装了。那我先向大家提醒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学校或你家，有可能就是你一跑，然后他就告诉你说他无法更新，他连不出去。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预设是使用 HTTPS。的方式来连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它是服务器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了，就会有的时候 HTTPS 会没有办法去连到它的 server。 所以在这边的话，它这个工具有提供给你用 HTTP 的方式来取代 HTTPS， 那这个设定都在图画面上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碰到没有办法更新的状况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把它调整这个设定的话，应该就没问题。那接下来这张图就是假设你顺利的连到它的 server， 然后你点 available package 的话，然后你大概会看到这样子一个列表。那它里面有很多一些它目前伺服器里面会允许你安装的一些东西，然后其中一个小地方就是下面它会有一个选项让你选择只是单纯显示 update only，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安装了某一个版本的 package， 但是它现在有出新版本了，那你可以透过打这个勾就只关注一些已经更新的一些东西，不然如果你把这个勾打掉拉掉的话，它只要什么版本它都会告诉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地方。那因为我目前这张图里面的状况是我一个东西都还没安装，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东西不让你安装，其中有第一个是一个 Android 的说明档，我们通常就是你查它的 API 的文件的一些说明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自己单机版的看，你也可以直接到网络上面看也是可以。那接下来最主要你会看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一个 package， 一个叫SDK platform， 另外一个叫 Google API。 那这两个最主要的差别都是SDK platform 的话，它是针对最普通最惯用的Android 的平台，它里面你会看到有好多版本，有2.1 这是最新的，然后底下2.0 2.0 1.6 等等。那所以如果你需要安装需要用到哪一个版本，你就对哪一个打勾就可以了，这个是 SDK platform 的部分。但是它除了 SDK platform 以外，它另外还有 Google API。 那这个 Google API 的意思是因为虽然说 Android 这个 project 它整体来讲是 open source， 但是因为在我们目前会碰到的一些 Android 手机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Google 自己的服务，比方说 Gmail
你要看的，你要。